不能啃了，宝宝，捡啥都啃，看姐姐给你塞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秦宝，我好羡慕我弟呀、啊，我弟又来个快递。好几个快递呢，不是一个。你看，小飞龙刚收到，然后呢，又来几好几个快递。因为你弟根本就没买过啥，好不好？他现在每个季节都需要添这衣服，长得太快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最近一个快递都没。你知足吧，你啊。疯狂暗示。那到时候我给你清空你的购物车怎么样 ？OK。所以说今天呢，又给弟弟买了几款帽子，等会儿让他试一下，大家也参考一下，看哪个帽子戴上变成一个帅小伙，好不好，元宝？帽子，你们看，又是一堆快递，拆开给我弟试一下。慢一点啊，你不要给帽子划烂啊，小心一点。一共有五款帽子：太阳帽、鸭舌帽，等等等等。咱们一个一个试，每个款式都有是吧？对，哪款都有，而且还有各种图案的。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试哈。元宝，你幸福不幸福，乖乖？咱们先来试这个小动物的，好不好？别急，别急，宝宝，今天还没给他打开，他已经抢过去了。你喜欢这个吗，宝宝？第一个呢是一个熊耳朵的动物，你上面有非常多的动物。来，元宝，别动啊！来，宝宝。咦，有点大吗？啊，脸看不见了。太大了，这个帽子有点太大了吧，这个你看，哎，不过这样也挺好看的，这个颜色是吧，乖？对，抬起头，宝贝，妈妈看看，有点大，稍微有点大。哦，他不喜欢这个，不喜欢这个，哭了，赶紧来试第二款吧，看第二款怎么样。试这个吧。行，第二个黑白点点的。来哈哈，元宝，你们元宝说你们要干嘛，把我揉成这个样子。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元宝，元宝，这个一戴变成个小女生了啊！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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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愿意不愿意，这个不喜欢，这个不喜欢，他自己决定。小恶魔，这是第三个。其实我比较中意这一款，我觉得这款更像是小男生的帽子。你戴斜一点，爸爸戴斜一点，或者戴到后面让我看看。戴到后面吧。对，是吧？这样看比较俏皮一些，我喜欢这个帽子。我也是。元宝。元宝，你看元宝戴这个帽子都不哭啊。对，元宝也喜欢这个，我也喜欢这个。好了好了，这个暂定啊。对，这个暂定。第四款，来吧，拆第四个看看。我也最喜欢就是这个了。这是个第四个帽子，第四款。来，元宝多期待。哦，他直接手拿着这个。妈呀，那都没点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来，宝宝，让妈妈看看。那哎，你别说，这样还挺好看的。这样，我觉得这个帽子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帽子是不是？这是第四款，这个就是出的有点大，其他没毛病，是不是？对。他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来，再来看一眼，宝贝，妈妈在这儿，妈妈在这儿，又啃去了。来吧，是最后一个，这个不喜欢了，不喜欢最后一个，来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没有选择余地了，宝宝。这个他要戴了，你看他这样的翻起来啊，这个上面戴一个这个笑脸也好看，宝宝，哎，这个也好看。来，元宝，让妈妈看一下，宝贝，还让爸爸看，不让妈妈看。哎，这个也好看，但是这个都哭了呀，乖，应该是戴上不舒服，是吧？嗯，那去，赶紧去吧。最终呢，我们全家决定，也不是全家决定，包括元宝哈，元宝就戴上这个帽子不哭，他自己决定的，等于说，但是这个帽子很酷、很帅、很舒服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决定把这个留下。如果那你们觉得哪一个帽子最好看呢？记得在下方评论哦。就按我们的出场顺序好吧？对，一二三四五啊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。那欢迎来投票哦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再坐一会儿，弟弟就该不耐烦了，是不是？对。